Hello，朋友们，我又来了啊！先来吃个鳕鱼排。这满满一大盘，我就拿几个下来了啊。我煎饼都不用吃，还有点长腿啊。哇，都带在一起了。长腿八爪鱼，我留了一手啊。今天就从马湖带了这么一袋。哎呀，这个长腿吃的真带劲。今天我是，哎，也是忙了一天啊，我忙了一天，开车，热死了。然后刚刚回家，准备洗澡，然后，姐姐非要让我和她一起录拍视频。然后今天挑了很多很多梭子蟹，哎，累死了。这是虾球。我也想拿块煎饼，不吃这么多好吃的。这鱼排还很好吃，不辣就不吃了。咱们家所有的，扇贝肉啊，什么即食海鲜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再加热了啊，用开水烫一下。这几款是大家最非常喜欢的，而且买的最多的。扇贝肉。这是晚饭，然后就吃这么点，喝点水就算了，不吃了。